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飞翔的灰烬哦。这个八风八之二之一之三哦，八之二之一之三哦，这关卡实在有点多哦，所以你们就是对要念长一点哦。这个很飘配，就是第一关就给我来这个攻击次数越多，攻击力大幅提升哦，狂暴吧，应该是念狂暴。那还是一样哦，这个既然是狂暴，我先稍微。哎呀，打到了！尽量避免对他做出大幅的攻击。好像跟他的攻击力没什么关系哦，好像是我对他的攻击次数。哎，好像他打我越多次的话越痛，应该这么说啊。那我们就是不要让他有机会打我们太多次，尽快把他处理掉。耶呵，骷髅头出现了，我们看一下补满血会不会死掉哈。好，非常好，这是个好现象哈。这个尽速解决哈，尽速解决。我的新猪啊！我满血看看哦。希望还能撑一下，看起来好像没有撑到的感觉哈，那就是思考一下，连打带消哈，连补带打，哦，有点危险，所以我们就是一波要把它带走，不然我们就要被带走了。应该是没问题的，1.5倍加上这个天秤，哦，有点险，哦，有点险，哦，不过还 OK。这个很机车的多重燃烧哈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两重，啊，这边两重，哦，问题是防御力非常非常高，非常高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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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，但是我们现在处于破防的状态哦，看可以把他那个燃烧腐蚀弄掉哈。要弄掉的话，就是全体攻击了哈。我们大圣的这个状态还在，哦，所以趁这回合结束他，哦，非常好，哦，非常好，好耶，哦，他这个这只反弹500，所以还算 OK， 可以接受。那就是边打边补哈，边打边补，记得要补要补哦。只要边打边补就不会有问题了哈。哦，是怕你没补到而已啦。哦，简单来说就是怕你没补到。明明3-5 combo 啊，哦，我可以过，你们就可以过了啊！临时竟然还轰我，哦，在这一关是能力继承哈，哦，这个两只竟然是一样，我们就是能打的话就是全体攻击。哦，看起来两只都是 CD1 哈，哦。那也无所谓，哦，无所谓。哎，心理几不重要，重点是我们不会被打死就好了。哦，2099哦，所
所以还好啦，也不是很痛。没有做到全体，所以我们就是这边再做一个全体哦。不是做一个全体，做一个单体哦，平均一下哈，让它 balance 一下哈。好，转这个好了，稍微加快一点速度，但是因为后面是小怪哈，所以我们要考量到可能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无视减伤之类的。哎呀，打这只，不要寄生，好恐怖的血量啊！现在做一波全体攻击就差不多了哈。好，两只一起把它送走。好，第四关。很好，好一个三只都无视减伤。那。我思考一下哈，要做全体攻击。转这只好了，这只可以帮自己补血哈。全体攻击，有些时候可怕的反而不是怪物啊，反而不是王啊，是小怪、啊。第五关，就是基本上看得出来，他就是要弄我们这只大圣的减伤就对了，不是减伤。看一下这个。这一只是什么？越攻越强。OK， 那我们就做个全体攻击。两只都是无视减伤哦，都打下去可能15000左右的血量，我们可能撑不住，所以我想一下、做一个绿珠好了。有掉这个光珠就好了。先把血扫那只 KO 掉。是剩一只就没什么差了。CD 也很长，所以我们可以慢慢跟他耗。蛮 free 的。好，第六关，是不是有无视减伤嘞？没有，不过还是有扣血40%哈。这个的话转一下好了，做一点强化珠出来哦。固定扣血那一只那个，要先把它 KO 掉。吓我一跳，没有被固定扣血打到就还好了。剩这一只就可以慢慢处置。
哦啊，除什么技？现在也只能除毛苍技了哈。忽然间发现我忘记开魔力召唤哦，想说奇怪，攻击力怎么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哦？技能除满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就是对，没错，就可以用强化腐蚀出来。第七关哦，这个补血哈，我要有补满哈，然后这边又给你减少攻击力伤害啊，三到五回合，所以我们先撑个三到五回合吧。当然就指定他打就好了。哦，他们两只会一直补满，所以没有一波爆发带走是打不死的，这个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哦。看到大声 miss 的一个厉害哦，幸福石不够，幸福石不够多，我们就把它转掉吧。好一个真的幸福石不够多哦。为了避免会GG哈，我们就是攻击力再吹大一点哦。嘿，终于干掉了。第八关哦，燃烧哦，燃烧，这个还蛮机车的，纵向燃烧哦，直接烧整条的这样，就是等于这一排都不能转的意思就对了哈、哦。那没关系，这次我们有大圣，你不用担心哦，跟他磨过去就好了。问题是我们这个 combo 可能就是哦，会有点影响哦。哦，不过也不用怕啦，摸一下才烧多少啊？10%嘛，对吧？10%而已，还 OK 啦。但是就是被烧的感觉不是很好啦。等于是卡在一边再转住的感觉。烧是不怕啦，只是说这个导致我的 combo 数变只剩三 combo 左右而已。因为我不太想经过中间那一条去扣血这样。这边会补，我们就告鬼吧，进哈，会补就没差了。哦，以后我看我连蜘蛛网都出来了。那个被烧的还比被他打的来痛了，我跟你们讲。
好，终于来到这个第九关了哦，越战越强筋哦，越战越强筋啊，就知道意思了嘛，就是一波带走的意思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先不要急着打他哦。记得他是 CDE 哦，所以不要想说可以慢慢跟他玩哦，一波就要把他送走哦。这个血量100多万而已啊，还妲己开下去连天雷都不用开了哦，所以我就直接开妲己就好。OK， 就这样，轻松啊！我尽量少让他摸啊，因为下一关25%防盾哦。这个龙科看你要不要开了，随便，我觉得不用了，哎，轻松轻松。哦，25%盾哦，所以就是磨过去，哦，磨过去就好。我有大圣减伤，不用怕，哦，不用惊，不用怕，莫急莫慌莫害怕，哦。我不用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没有攻击，我就要磨过去了，所以无所谓了。哦，血量尽量保持满的哦。哦，这个转速不用太讲究哦，我们平民三到五哦，转速也都无所谓哈。哦，我的心珠为什么都没有兜在一起啊？奇怪。因为我们是磨过去，所以25%还是没有25%，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太大的感觉。就是对，就是轻松打哦，这个不用太有压力哈，血量保持满血就好了啦，这个不会有问题的。大圣减伤真是好用哦，好用。哦，有点小危险，转过去反而没新珠，有没有？好笑啊！妲己给他开下去哦，开下去干嘛？百姓通常拍出来的影片都跟人家不一样哦，开妲己不是为了爆发哦，是为了回血啊。哦，这边这个木柱就算了，换不过去，来不及换就算了，我们重点血量要补回来了。哦、oh. ，
哦，又补回来又打掉，非常漂亮的一击哦。哦，这个八之二八风，八之二之一之三，哦，八之二之一之三，这个关卡名称好像有点忘记了哈，我看一下。飞翔的灰烬，哦，完成，哦，飞翔灰烬完成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